哥呀，啊，我想跟你说啥呢？你这扮相，不是你叫谁哥呢？啊，你也不怕喊穿帮了？我都装成这样了，你还叫哥？叫大姐？啥呀你呢？还叫大哥？你说咱俩就是贴小广告的，你说你至于装成这样吗？哎呀妈！我是兄弟啊！啊，那你可不知道啊！你知道有很多我们同行都壮烈了，就咱俩没牺牲了。为啥没牺牲？为啥呀？就因为俺俩会装嘛！啊？你说你要把事业做大做强，你不得装啊？我是有目标的，我今年要完成1亿。哥，挣1亿呀、啊？贴1亿小广告。你那啥呀？这也算目标啊？实现不了。咋实现不了？胶不行。你看人家胶啊，往上一贴，啪，1年都不带下来的。你看咱的胶，往上一贴，啪，哒哒哒哒哒，不到20秒就下来了，比那面膜子都快。再一个，他这小区物业太厉害了，哥，咱别贴了，换个地方。兄弟啊，啊，你说就你这智商，你能想到的事儿，大哥能想不到吗？啊，他物业不喜欢卡着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让他卡着不下来。怎么卡着？你以为大哥真是肚子大了？那是啥呀？全是胶啊！妈呀！哎呦天啊，硅胶啊！你骂谁硅呢？那你不硅是啥？这胶，你看。胶啊！我还以为你是硅呢。啥硅硅硅的？就大力胶，大力大力大力出奇迹，天漏补天，地漏补地，谁要能卡着掉，那纯属奇迹。那我这是上，我给你打分。哎，给我看着点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哎妈呀！哎呀，哥，咋的了？这手感太好了，哎呦，太黏了，这也。你小心点啊，你别把那个手给粘上了。说啥呢？我傻呀，能把手粘上啊？有病啊！哎哎，哥，咋的了？刷子粘上了。我说你。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咋的了？啊？你咋把刷子给粘上了呢？我不想试你那胶黏不黏吗？你麻利的，你把那刷子给我薅下来。你玩呢？啊？你使劲儿啊！我薅不下来，你搭把手。看去嘛！说你那干啥事儿？快点！来，来一，大力出奇招！哎呀妈！哥。下来了，胶没了。妈呀！你说你能弄哪都是啊？你看你这胶弄哪哪都是。不是哥，咱走吧。我这怎么够这桶啊？我这，你看瞎话呢还咋的？哎，不是哎，哎，不行，咱走吧，正好是没人呢。哎呦啊啊啊啊！干啥呢？去！那你干啥呢？这还有点胶，你去贴上吧。行。你撒手啊？你拿走啊？你不撒手，我咋拿走啊？你不拿走，我咋撒手？行，我拿走。哎呀，粘上了。那。咋整？咋整？哎，这样哥，咱把桶放地上，脚踩桶上，往上薅，怎么样？好主意呀，兄弟！哎，大力出奇迹！哎哎啊！成功！走！哥。问题升级了，桶粘地上了，脚粘桶上了，手粘把上了。
你说你出了啥主意呀、啊？你非让我把脚踩土上，你看粘上了吧？要不把脚踩土上，我现在脚还能动？呀呀呀呀，赖我呢？不赖你，赖是你买的胶不？你赖我干啥呀？我也没让你踩上的呀，哥。我有点害怕呀。你怕啥？太黑了，你说咱俩能困死在这儿吗？困死是不会的，饿死是一定的。我老怕饿了，哥，你撒手。哎呦我天哪！我盯你俩好几天了啊，总算被我抓着了。你俩这是啥造型啊？夫妻双双把家还呐？树上的鸟儿啊，成双对。你傻呀？你唱啥？你心真大呀？关键这歌我会呀、啊。你咋不会闭嘴呢？你给我闭嘴吧！今天你俩挺厉害呀、啊，见着我都不跑了。我俩又没干坏事，跑啥呀？对呀、啊，我想跑就跑，我不想跑就不跑。说啥？我累了，我俩跑不了了。嗯，有我在，你还能跑得了了吗？怎么的？今天又来贴小广告来了？没有贴小广告，你看哪有小广告？哎，哪贴了小广告了？没有吧？没有小广告。这儿呢。我没真问你哪有小广告。那你也没说呀？你咋不把嘴粘上呢？好悬呐，差一点，我刚才甩胶了都，就差那么一点。我拉倒吧你，那个物业大哥，是这样的情况啊、哦，那个小广告呢，我们是带身上了，但我俩不是没贴吗？是，今天还没贴呢，以前那些不是你俩贴的呀、啊？不是，是，不是。默契、啊，那是不是你挤咕一下，你这样一下也行啊？拉倒，你爱咋地咋地。大哥呀，我说实话，我俩真是贴小广告了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贴呢。你看，你罚俩钱得了，钱都可以不罚你们俩。妈呀，但今天必须得把所有小区的小广告给我弄掉啊！你闭嘴！你看你就不懂我们，这玩意儿贴好贴。咔嚓老费劲了，你还知道费劲呢？啊，你说你呢？不是，贴用一秒钟，我抢得抢一小时，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们俩，整一地什么玩意儿？胶，大力胶，大力大力大力出奇迹，兄弟啊！他是不是粘上了？是啊，你不要逮我们俩吗？对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吧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拜托呀，反正有大把时间。我来了，别给我整那没用的，啊！告诉你们俩啊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这小广告全给我弄净啊！这么好的环境啊，都让你俩给破坏了吧？走。这胶是真挺粘呐，今天刚换的，哥啊，手粘上了，看到了。刚才他咋跑的？拖鞋。咱俩都有人做示范了，还在这干啥呀？你这，他那招啊，我早我就会。那你不早说？我这鞋花200多买的。做的挺仔细啊，还行。那你再待着吧，我先走。回来，我不拖你能走吗？那你拖呀，你就赔我双新的。行行行，哎，真当我不存在呢？啊！告诉你俩啊，我们俩嘚瑟，这就找人抓你俩。哎，不是，哎哎，哥们儿，哎哎哎，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，一二三，哎哎。粘上了，换屏吧。你俩咋这么损呢？还你不要逮我俩吗？不是，来呀、啊，过来，来呀、啊，过来，来呀、啊，摸一下。你啊，就你那样你啊，你不是不让我俩贴小广告吗？对，是吧？我俩还就贴。没错。来，刷子给我，我俩当你面贴。兄弟，哎。地广告来了，
1, 2, 3, 4。节奏挺好啊！啊，退步了，退步了。宁哥，你这这边，你咋不给我小广告呢？没了，没了！你这不，你不什么不？我看刚才观众挺热情的，我想给气氛给你往上推一下。现在你满意？满意啥呀？广告接完了，哥，走吧。走不了了，咋的了？站上了。没事啊，哥。站！啊，站！肉站，肉疼鸡儿，粘上薅不下来。哥，兄弟，我也是老实人，你不粘上了吗？啊，赔你。仗义。哎，兄弟，快！笨笨，你咋在这儿呢？我手被胶粘住了，快去找人家。咋整的呀？抓俩贴小广告的，弄可哪儿都是胶，胶粘住了，快去！哎。瞧不起谁呢？喊啥人？我帮你不就完？不是你动快啊啊啊！哎呦我！对不起对不起！哎呦我！对不起！没事，回去找人家。受不了了。咋的了？粘上了。好。歇一会儿。你这不是帮倒吗？你俩缺德不啊？你赶紧想办法给我整开呀！我告诉你，除胶剂我们有。但是我们就不想花钱买，咋整呢？你这个死王小倩，平时没事的时候天天跟我屁股后面，关键的时候人影都看不着。死王小倩，王小倩，王小倩，来啦！小米粒儿，是你在呼唤我吗？王小倩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来。哎，你站了。小米粒儿，你啥意思啊？你喊我是想告诉我你俩在一起呢没？啊，行了啊，我退出，祝你们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，不是，王小倩，误会了。甜笨笨，你行啊？跟我起誓发言的说不喜欢小米粒儿。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亲亲我我搂搂抱抱摸摸搜搜，还找俩见证的，还你瞎来啥？你看我粘一起了吗？啥玩意儿粘一起了？啥胶能把你俩粘一起呀？啊，不想分开就直说，这玩意儿能粘住人吗？这能粘住人吗？这玩意儿能粘住人吗？啊，粘住了吗？啊，粘住没？你那块没有胶，你往那儿这有胶地我就能粘住吗？这能粘？哎，这玩意儿咋整啊？这玩意儿咋整？都是他俩贴小广告的，整的到处都是胶，你咋整吧？你俩贴小广告的啊？嗯。哎孙子，哎孙子，啊！前两天啊，不知道你们哪伙把俺家整个门都呼死了，锁眼都没放过。我打电话找个开锁的。人家来了就送我一句话，兄弟，换门吧。大半夜12点，我上哪换门去啊？我爷在门口啊，蹲了一宿啊，自己个儿啊，那脑瓜子让蚊子叮的全是大包啊。那你干啥去了？我上网吧包宿去了，要不不挨咬吗？你说你们坑人不坑人不？坑人。那不贴小广告哪来钱呢？我不贴怎么有钱呢？你不贴小广告怎么能有钱呢？光爷要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说实话呀，我也不想罚你俩，谁挣点钱也不容易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想，要不就在小区门口弄一个广告牌，你们以后再有广告就往那儿贴啊。妈呀，这行啊！你想多呀？啊！但是啊，
绝对不能贴那些虚假骗人的广告，行不行？行。行。不行啊？我门钱谁出？我出。那行。事儿，你想你自己先整整啊。咋整啊？你整不下来了。刚才让你不要整了。哎呀，行了。你说你迷茫大老爷们儿遇到事儿这么不沉着冷静的，还咋整？喊人来救我们呗！来人啊！他没事，你是良家淑女，别出这动静，我不得劲儿。你这声听完我更不得劲儿。咋喊咋喊一块喊呗。来